讲起疫情啊，关注着会，这是目前各地关怀中心希望民众会当来到三江的，因为着这武汉肺炎疫情关系，让民众减少着外出，连带嘛降低了关怀的意愿。防范着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将这打出着台湾其他国家来提悬着旅游警示。只要是对着旅游警示区都来到台湾，想要关怀，阁不一定会当来关，因为咱的延后28天才有法度。情况不是很佳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暂缓签证。那我们现在为了武汉肺炎而言，我们有增加了一个，就是说只要您出国，我们就是暂缓28天。因为我们现在是希望说大家能够为了疫情而努力，但是捐血还是需要大家的帮忙，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只要有出国就是暂缓28天。那如果您身体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响应呼吁捐血。22号伫马岛都一场民间单位所来发起的关怀活动，基本的关怀天数除了是尿血暗、尿体温之外，现在阁要求民众爱填写着资料，而且阁会透过着健保系统来看是毋是旅游史，而且嘛，互关怀等待时间又真长。关怀中心表示讲，考虑到用货安全，只要经济对旅游警示区倒来，咱需要对离开该地区了的28天靠我倒来关怀，而且确保着关怀人伫这安全的环境当中来关怀，各关怀点嘛落实着这尿体温、甲手部消毒以及健康门诊，并且加强关怀场所的通风以及消毒的频率，所以想要关怀会当来放心。您着手再开始。规划就是说，我们在采血区要做隔板，或者是我们在休息区有做隔板，尽量让那个捐血者他的接触是减到最低的。那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方法，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捐血。单篇新闻，单一下新娘蔡宏博的。